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课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小涛。今天我们主要讲解一下剑术的基本动作，分别是刺剑、剪万花、撩剑、云剑、穿剑、挂剑和下截剑。接下来我们开始。第一个动作，刺剑。注意一下我们刺剑的动作要领，首先是预备式，剑在腰间，剑指向前，在刺剑的同时呢，我们的剑指拉回到腋下，然后我们的力量直达剑尖，看一下示范，看一下侧面示范。那刺剑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，剪万花。剪万花呢，分前万花和后万花。先看一下我们的示范。前万花，后万花。万花的动作要领主要是你要知道我们的手腕要活，然后你的手卡剑的这个手不要整个抓在一起，手指要灵活，关键是手腕。然后我们在练习这个剪万花的时候呢，注意我们的剑要贴身体走啊，你看前万花后万花，然后注意我们的剑指在腋下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，剪万花。第三个动作，撩剑，请看示范。OK， 撩剑的主要重点呢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我们走的时候啊，练习的时候以剑把为主为先，练习的时候。注意，你看我们走腕，然后啊，从腕再到达你的剑刃，然后眼睛随着你的剑回身，回到预备式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背面示范。这是我们第三个动作，撩剑。第四个动作，云剑，请看示范。云剑的主要动作特点呢，是要以腰带动，用你的身体带动这个剑去旋转。然后我们在云剑的过程中要注意我们的手臂旋转，眼睛看好你的剑，然后用你的身体，用你的腰带动它。再来一次。好，看一下我的背面示范。这是我们的第四个动作，云剑。第五个动作，穿剑，请看示范。讲一下这个穿剑的主要动作特点。穿剑的时候啊，我们主要是以剑尖为主，你所有的身体随着剑尖的方向走，以剑尖为引导。看一下我们的慢动作，看啊，剑尖朝下，我们所有的肩膀，再到最后身体的延伸到转身，都是随着你的剑尖的方向走。这样的练习的话，你就会有一个身法在里面。来看一下我的背面示范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五个动作，穿剑。第六个动作，挂剑，请看。
段吃饭。跨剑的动作特点呢，跟我们的穿剑有一点点相似，就是说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剑尖先走，其次呢，就是说我们的剑一定要贴近你的身体，然后我们的剑在挂的时候，注意啊，我们的剑是一个画圆的过程。啊，来看一下我们的慢动作，眼睛随剑走，剑尖走先，我们的运动轨迹是一个圆，啊。圆形的，来看一下我的背面示范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六个动作，挂剑。第七个动作，下截剑，请看示范。下截剑的动作主要要领呢，就是要知道它的攻防含义。下截剑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动作，我们在下截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拦截的动作，所以说我们的剑是从平展过来到下面去截你的一个动作。来看一下我们的背面示范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练习的剑术的基本动作，希望大家在以后练习的过程中多多用心听我讲动作的要领，因为这些剑术的基本动作呢，在所有的剑术的套路里面都会出现。另外要注意，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呢，注意安全，不要受伤。接下来我会把我们功夫者团队的 email 放在屏幕的下方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，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回复你。好了，这节课就到这边。